林峰呢日就宣布将会再次举行巡回演唱会，呢次仲会去唔少内地嘅新城市同唔同地方嘅 fans 见面。咁我以前嘅演唱会 tour 喺内地嘅话都未试过超出广东省，即系将成个 show 原汁原味搬去其他省份。咁一路都好想做呢样嘢，因为每次演唱会都有好多唔同嚟自唔同省份嘅 fans 啦。咁我好想多谢佢哋，咁啊就将成个演唱会可以搬到去佢哋嘅城市。咁到时又会唔会请同门嘅古天乐嚟做嘉宾开金口献唱呢？因为而家我同门同公司系同经理人系有阿顾生啦，孙轩啦，阿蛇啦。咁梗系希望佢哋如果有时间啦，不过佢哋应该好忙，所以要走一走时间系啦。我就希望，如果呢个比较可能赶少少嘅时间，咁我梗系希望佢哋可以嚟啦。咁又会唔会考虑练翻八嚿腹肌喺演唱会上面为 fans 苏肌派福利啊？都想嘅，因为但系你夹杂住拍嘢咧，只可以尽操。你饮食嗰方面，当我哋喺内地可能你山卡拉拍咁啊，会比较饮食比较选择唔多咯。咁啊，同埋要我而家揾紧睇下附近有冇啲 gym 可以做。